那么，我喜欢的一种说法叫做零一二三，零就是 end of master 上一个 term end of master， 一就是两个 flag 开始准备，二 WeTransfer 到这里。那在 WeTransfer 的过程中，要注意有个事情要注意点，叫做 lead change， 就是 lead 就是哪个膝盖在前面，之前是这只膝盖在前面 ，WeTransfer 之后这个 lead change 这个脚在前面。然后第三才是 aging， 才是变 aging。然后，跟普通的比较 medium long radius 的那种 carved style 的那种 term 比呢，在 Mogo 上最大的就是说你的 age 要快 ，age 膝盖这里要快速的这样过来，然后背加 pressure， 这个 pressure 让你能够有一个快速的。Edge 这样一个过程，instead of 慢慢的 weight transfer， 然后再慢慢的这样沿着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radius， 这就是跟 mogul 滑 mogul 的 short spin turn 跟一般你要滑 long radius 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你的 edge 要有先 weight transfer， 然后 weight transfer 之后。要快速的去 roll 你的这个 knee， 看没有？我这里当然，大家示范一下 ，roll 这样 knee， 然后 roll 的时候去通过你的膝盖这样往这样对它施加一个 pressure。好，然后现在我可以，然后当然你做的过程中，其他的那些要素就是说，upper body facing down， 然后你的 hip facing down， 手朝着下面，这些都是尽量要去练的。那我现在可以。